琥珀酒、方壶村、石如画、酒如泉、古堤岑岑、钟声叮咚。没错，这群体态丰腴的女乐官就是由我护送而来参加盛宴的。我是备记出行图。当然，仪仗出行的队伍可不只有我们四个。出土于1976年的徐敏航夫妇壁画中的《宴享行乐图》《出行仪仗图》《出游图》，填补了国内隋代壁画空白，也描绘了出行的不同规格。我们四个可没有在偷懒，你是不是从这种铁线描的壁画手法看出来，我们是通过眼神来沟通的？哦，宴会结束了，我们得开始准备出行喽！安全出行，专业团队。我是备记出行图。